参祭多尖叫，云何钻法轮，度死众生类啊？地藏王子请问佛呀，说你怎么钻法轮，钻这些个人，度这些人？然后呢，无明把他眼睛遮盖住了，也没有，全是邪知邪见。贪嗔嫉妒，奸诏敲诈。都是因为贪，因为贪，嫉妒别人有，贪不到，看着别人有财富的，有福报的，非常生气呀，非常嫉妒，而且是呢，所有的言论的行为都是奸诈的，奸诈的，这都是次要的。就地藏王子问佛呀，说你怎么样能转法轮来度这些众生啊？就是怎么样用佛轮来度这讷轮？云何转佛轮？说在这个五浊讷世、三讷道，说人间跟三讷道有很多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是吧？云何破相续？那众生的相续，祸业不断的相续，固执，非常的固执，执着，固执执着，相续不断的，那个邪知邪见，不是正见的，非常的固执不断的。那烦恼啊，像金刚一样的，烦恼像金刚一样的，破除不了他的烦恼。要想云何得种子，得到三昧，得到无生法眼，能做得到吗？这是地藏菩萨向佛请问的意思了，说你能够把一切众生那个相续烦恼像金刚不断的给他破除，让他得到三昧，得到无生法眼。他问佛了，说你能做得到吗？就这个含义。同时呢，也含着赞叹佛，说你真不简单，在这五浊那是度众生。就咱们看的念弥陀经啊，六方佛说主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说释迦牟尼真不容易，在这五浊那是来度众生，破除一些众生烦恼，让他得到种子，得到三昧，得到无生法眼。今我见到是大计甚稀有，未曾见于寿，具入世众德，具堕多功德，勤修菩提道，云何处欲众能开示佛轮呢？因此我见到世尊呐，导师你，在这儿的大忌讳，那是地藏菩萨来参加这个会啊，佛正说法度众生啊，大忌讳，佛正在这说法呢。他说这个很难得了，太稀有了，你能把这五浊恶世把它转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在余处是没看到的了。这些欲死众生，你能够给他开示佛轮，让他来勤修菩提道业，乃至于修十二陀得恨，这个功德真么不可思议，赞叹佛的。云何处在这个欲死当中给他们来解说，开始佛轮，佛轮，
这说明了是佛说这个十轮经的重要。地藏菩萨也是赞叹佛，说在这个五说那事里头，你能转佛轮，转动佛的法轮就是啊。这也有赞叹，也有请问。总之说嘛，就是为什么能在这个国度里头，你能转佛轮来度众生？能有人得度吗？能有人得到三昧吗？而这些个都是于此无名众生来给他开示佛轮，他能接受吗？佛呢就答复了，答复地藏菩萨，而且答复啊，先赞叹他，先赞叹地藏菩萨。世尊告曰，告曰就答复啊，答复地藏菩萨，善哉善哉，说你说的是很好，很好。善男子，这是称呼地藏菩萨的，如与过去勤切萨等诸佛世界五罗那时，已成请问勤切萨等诸佛世尊入世法义。我说你呀，在过去恒河沙处那么多佛世界，也是五浊恶世时候，也是佛降入涅槃的时候，你这些话问过恒河沙数那些个佛，问这个法，问这个道理，法就是世尊的教法了，教法里头一定有含着义理了，就是问入世义。说你不止向我请问呢，在过去恒河沙数那么多佛，末法时候你也做入世问。如以入世所问法义，以作取劳。说你很辛苦啊，赞叹地藏菩萨，你很辛苦，你问这个话问的无量次了，同时呢是因为你能问得出来，你都通达，说这一个法义啊以善通达。善通达他知道入世众生入世义，那反过来说他在三恶道地狱度众生，不是这佛赞叹的屈劳就这个含义了，说你付出很大的辛苦，不但通达，你也入世坐，通达也能入世坐。一到圆满住行避难了，说你自己呀是成就了圆满了一切菩萨的行啊，到达避难了，所以善巧方便妙智。我赞叹地藏菩萨，说你不但通得法义，你也得到很微妙的智慧，就善巧方便智，你给众生无量的善巧方便，引诱一切众生脱离三途苦。今为成熟一切有情，说现在你问我这些法呢，问我这些个事情呢，是为了成熟一些众生，令那一些众生啊都能享难乐离苦难，令得利益难乐事啊。为令以菩萨摩诃萨善巧方便圣行福藏施等六种波罗蜜多，成熟一切有情圣行，一切自在的功德大海
塑造圆满功。你真向我请示这个道理，你是想成熟一些众生，那些众生啊都没有苦恼，都能得到安乐。这是为一般受苦众生啊，普通众生，还令一些菩萨摩诃萨，这法会当中有一些大菩萨呀、啊，还令一些这摩萨大摩萨得到善巧方便。佛所行的，所扶常的，一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，这六波罗蜜法，为了呢，成熟一切有情的、殊胜的，一切自字功德，大海数圆满功。说你今天请示我这些法，是让一些众生都很快的成佛，圆满佛的功德。为了转一切刹帝利王助报讷行，使其不堕三讷取垢，为令三宝总性威德之盛，久住世故，福问如来入世法义，谛听谛听，善思念子，我当温柔分别解说。说你这向我问的目的呀、啊，问法的目的，想一切讷王。一个讷王，刹帝利是佛的总性的意思啊。令这些个当前这些个讷王，不要再起粗暴的讷行，救度一切众生，使他们不堕讷鬼、地狱、畜生三恶道。同时呢，令佛法僧的三宝总性的威德，久住世间。这就是你向我问如来法义的目的吧，也是说要达到的啊，所以你才还向我来问这些法，那你就谛听谛听，谛听啊，入理的听。佛每逢在请问，不论谁请问，佛答时候叫他谛听谛听，要嘱咐他一下子。我跟你说的有理有事，但是你要入理的来听，不要挂在四相上来听。听完了呢，还要思念，闻了法还要思，思了就证实了，还要加修啊，嗯。那地藏菩萨已经成了，佛就没有说他修了。谛听谛听，要你善于观察。谛听是入理的听，观察呢要加以思维。吾当闻汝分别解说，你问的很多，我现在嘛一样一样跟你说，嗯。同时呢，我给他讲的时候就说了，你问这三宝佛法僧三宝的这个总性，怎么样能长久住世，长住时间，怎么样能兴盛，那佛说你在问这个问题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问的很好的，但是你要思维，要观察，要入理，入实，入理的听，入实的听，不要在现象上、语言当中起执着。这是佛对每位请法的都这样说。
地藏菩萨接受佛的教诲，答应给他说了，他就威严世尊愿要一闻。地藏菩萨马上就答复说，佛你说吧，我很愿意如实的听佛说法，这是一种问的意思了。这以下呀就是佛答地藏菩萨十轮。尔时佛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，善男子，如来本愿力成就十种佛轮。说我由于我过去本愿力过，成就了十种佛轮，所以在这个佛土当中，五浊那世，一切有情，退没一切白净善法，匮乏所有奇胜的财宝。就把它分作两段啊，一个是佛的本愿力，佛在行菩萨道时候发愿成佛的本愿力，佛都入世，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先说他在因位，在因地当中所发愿，发了愿，愿有一种力量啊，产生一种力量，就是愿力。咱们现在发的愿，咱们也天天都在发愿，作用没有，没大，作用还没大，没有力度，是力度不够，力度。佛呢，他已经成就了。他就说他过去的本愿力一定裹上焰，也裹上焰，焰佛的因地，他就要带这五浊那世来度众生。各个佛发的愿不同了，像阿弥陀佛他发愿极乐世界摄受众生，那是以清净摄受的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呢，这个世界现在的人寿命非常的短，在人仙界当中，释迦牟尼佛这段时间就是人生最短的寿命。那释迦牟尼前头迦舍佛，那人的寿命是1万岁，那人仙界的所有的这个人仙界前佛，各个佛住世间的时间寿命，众生寿命都不一样，有4万岁的，有3万岁的，有2万岁的，有1万岁的。那释迦牟尼佛他才100岁，他这个世间才100岁。释迦牟尼佛示现的80岁就圆就尽了，80岁圆就尽了。是阿弥陀佛已经10劫了，在西方世界已经10劫了，那未来时间还长得很呢。佛事先就跟那个地藏菩萨说了，是本愿力缘故，本来的愿力就是这样的，到这个世界度这个众生。为什么让众生不要有那种好像是人说纸佛穿衣赖佛吃饭，
弥佛还常活着没关系，啊，曾经就我念佛的道友跟我说，释迦牟尼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还早呢，这才十劫，我慢慢的这个世界玩够了，我说罪受完了，什么玩够了啊？这类世界受罪吗？这世界哪点享受啊？但是各个人看法不同，有的众生他因为这个世界很好，他没受什么苦难，那他这一生啊没受苦难，他就没看见人家受苦难的，没害病的人不知道害了病的痛苦，没入过监狱的人不知道没入监狱及住监狱的痛苦，他没得到，你再怎么跟他说他不信呢，不信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是本愿立功，一切有情退没一切白净法，匮乏说有其圣才，白净法呢，退没白净法呢，就没有善，白净是善法了，纯净清净无染的，黑法呢就是哪法了，染污的，其圣才，圣才不是世间财宝啊，这个圣字什么意思呢，七种叫圣才，第一个信受正法，信受正法就是信受佛所的一切教法，能够信受了就得到了，得到什么呢，信财，信就是财宝，